剛才呢 Victoria 呢很特別，她第一句問我你會不會來支持我，我剛才就想都不想，我說是好我來支持你，但我原來回到香港佛山那裡，是因為珠光小姐還缺錯，是啦，那我們很多時候呢很不覺意地都會說遇到一些不幸的事的時候，我們就說行了、你放心啦、開心點一定會得，我們做人呢 is easy for us to say、但我很想了解 Victoria 呢，你跟我們說一下你是為什麼會盲了，行不行？我呢生出來是這樣的，其實我生出來咧，兩隻眼完全看不到的，但是咧，我細嗰時一生，我做了十幾次個眼角膜移植啦，咁而家可以看到一啲 color 啊，嗰啲 shape 啊，同埋一啲光啊、黑啊，都看到少少。咁我哋俾啲鼓勵佢好嘛，少少都等於。你細個到大，你都知道自己看不到的時候，我知道看得出你現在會有笑，但是你一定很多喊的，你怎樣克服這種這麼慘的，即你小時候覺得怎樣？我呢，其實我是已經習慣了眼睛看不到了，如果我明天突然間我眼睛看到，我就會覺得很 different 的了。你其實跟我們說一下，很多人就不明白一個失明人士是什麼感受，是怎樣的，完全看不到是怎樣的呢，即你可不可以很 descriptive 告訴我們看到的人，盲人其實的心情和是怎樣的呢？如果你習慣了眼已經生出來是這樣，你習慣了已經是 part of 你的part of 你啦，已經咁啦。我 personally 就覺得就都係冇咩，但係如果你係已經睇得到噶，咁你突然間盲咗，咁我覺得就會有好大嘅打擊。你係點樣 accept 到自己？即係頭先你話你細個接受到啦。咁你點樣先好似當自己係 OK？ 我係咁噶啦。喺邊個歲數有冇特別？邊一日開始我覺得好啦，我就係咁樣生活，我要開心，我要笑嘅。點樣咧？有冇邊一個 instance 係發生咗你，令到你係即係可以go on咧？直至到而家22歲啦，係咪好難啊？我啲問題，我咧曾經我都有問過我媽咪點解我係眼睇唔到，但我咧覺得我眼雖然我係眼睇唔到，但係我其他嘢就譬如我聽啊嗰啲都好咗好多。其實 Victoria 嘅歌聲陣間大家會聽到嘅，咁其實。我不懂得說什麼，其實我不想說他歌聲很好所以什麼這樣，即我覺得如果你有說話要跟我們外面那些所謂看得到的人說，你會有什麼說話勉勵我們，或者是要跟我們說呢，或者幫盲人說的呢？那因為我自己都是盲人，我一世我都有面對了很多那些 challenge， 那我就我一世都冇去 give up， 咁啦，我就鼓勵其他啲盲人同埋啲家長，盲人細路仔啲家長啦，你一定要 encourage 你細蚊仔去學多啲嘢，去做佢哋做得最好嘅嘢，去發展，咁啦，將來佢哋可以 become successful。俾啲掌聲先。好啦，咁啊，我諗啊 ，Alfred 同你講下，啲人如果要支持呢個演唱會 ，just for 俾啲人有多啲鼓勵，多啲資金去支持呢個，點樣買飛咧？嗱，買飛咧就我哋喺
Love Your Centre 嗰度嗰個多倫多演藝中心表演㗎。咁佢哋嘅電話都得嚇。咁佢哋嘅box office 啦，或者所有 Ticketmaster 你都可以買飛㗎。咁或者你打電話俾我哋，或者亦都可以嚟我哋嘅網址 send email 俾我哋都得。OK， 我哋一定會支持嚇。咁我諗最後嘅説話咧就係話。我想很多時候我們應該這個說話 Victoria 說完之後呢、鼓勵我們的很容易 give up 的人、即遇到少少的事或者我們覺得大件事呢我們要 give up 的人呢我想聽到 Victoria 說呢是不要那麼容易 give up。 我剛才看到指揮在旁邊說的時候眼流眼淚又做很多義工的工作，你為什麼會加入做這個義工？我只用少少一分鐘、為什麼？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自殺就對盲人有一種感動，有啲關心，所以我嚟到呢度，其實佢係用英文教嘅。對於我嚟講啦，如果用法文教會都好啲，你法文好啲啊？係啊，咁咧就，但係好有興趣咯，好有興趣咯，就學得好辛苦，但係都成功咗。我哋多啲關心身邊咧，唔好淨係盲人啊！我諗身邊有好多人咧，係另外一啲小撮啲。而其實跟我們是一模一樣，只不過我們咁啱我們看到，而他們咁啱看不到，我們千祈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我們是看到的。反轉頭，我們會有這個合唱團跟我們唱出他們其中一首作的歌，不是作的歌，是另外一首歌的作。首先就是 Victoria 會跟我們獨唱，到底 Victoria 她的歌聲是怎樣的呢？廣告之後我們回來聽 Victoria 唱歌。